样是一届追影迷，首次来嘛，首个公开行程就是邀请粉丝一起吃榴莲。满满的兴奋，水影仪也带着他的 poker face 来到大马。无论观众的告白多么的令人心潮澎湃，水影仪都无动于衷。和一中亚姐将在大马逗留一个月，拍摄美食节目和亚姐宣传片，期待他们的表现哦。